有人會問啊，食嗰啲咁樣嘅頭髮藥咧，會唔會性慾減退啊？並沒有，並沒有性慾，講下啫。其實係冇減退啊，唔信你睇下啦。大家好，歡迎收睇《EG 大國際》。Hello 啊 ，EG， 我今日要喺度正式宣布，三字頭嘅我得頭髮，秃撚咗。不過就大概已經是一年之前的事了，現在可以說沒有事了啊，見我現在還走出去電了個亂毛，是啊，植完髮是可以電髮的。發生了什麼事呢？看這條片你就可以知道我怎樣去預防頭髮，去植髮的過程是怎樣的，還有是怎樣偷偷地瞞住朋友在兩年裡面植了頭髮的。那到底是一年幾之前我的頭有幾大鑊呢？就交給2022年的 EG 了。喂 ，Hello， 我是2022年10月的 EG。哇，拍了條穿越片啊！沒錯啦，現在的頭其實是大大鑊的。首先你哋可以見到呢個 iPhone M 啦，而個頂咧都真係薄到 GG 嘅。你睇下 ，OMG！ 但係你會話唔係啊？平時睇你 IG 啲相都冇乜嘢喎。實不相瞞啊，就唔係 P 圖嚟嘅，只不過就係用咗一啲纖維粉，嗰啲頭髮纖維粉，佢係真係可以令到你望落去係冇乜嘢嘅。不過對於我嚟講咧，就有少少唔方便啦，因為佢係唔淤得水嘅，只要一出汗一濕水咧，咁你就即刻流黑汗嘅，同埋嘢都要 gel 頭啦，因為你落完之後要噴 spray 去固定噶嘛，咁啊好煩，同埋好緊要，有機會會整污糟嗰啲衫領。你哋知道我好錫衫噶啦，而最唔方便嘅咧，其實就反而係工作嗰方面咯，因為個頭嘅情況啦，要落水嗰啲 job 咧，基本上咧。遇到的都推曬，亦都唔敢走去 casting 啊，因為你個頭咁樣，你點造型啫？就算俾你 cast 中，咁所以都錯失咗唔少嘅機會啊！我自己覺得，咁所以最後咧真係頂唔順啦，我決定咗去做植髮，咁就揾咗美師啦，唔係呢個美師，係呢個美師。咁如果有人到依家都唔知咩係植髮嘅話咧，我就用最簡單嘅語言去話俾你聽啦。咁其實就係將你後尾枕嘅髮廊咧就掹出嚟，然之後插翻落前邊啊、上邊啊咁樣，講完噶啦，就係咁。咁不過我之前都有少誤解嘅，我一見醫生嘅時候咧，就以為啊可以即刻做手術啦。咁但係經過醫生細心同我分析啊，又 check 完我個頭皮啊嗰啲嘢嘅情況之下咧，啊發現原來唔係喎，都仲要等一段時間。咁佢都真係解釋得好細心嘅。咁首先佢話我個頭咧就唔止有紅秃啦，就有埋黐秃喎，黐紅同體喎，死唔死啊你話？仲有就係話點解去到呢個地步先嚟揾佢？因為佢話如果早啲揾嘅話咧，可能食藥就已經搞掂啦，就唔使話去到要植髮嘅地步。因為我一開始揾佢嘅時間咧，啲頭髮係又薄啊，然之後又幼喎，最緊要係又幼喎，咁所以其實就要食翻一排藥啊，噴頭啊，同埋戴個頂激光帽啊。要戴花段時間去令到啲頭髮粗翻啲，冇咁弱先至去做。如果唔係你將啲好幼嘅頭髮插翻上去，咁其實都係冇用啊，爭搞。咁其實你哋依家見到我呢個樣咧，就已經係食藥食咗大概一年嘅情況嚟㗎啦。再一年之前係好大鑊㗎。嗱，你睇下，點解個 PS5 會出現喺咁多個唔同嘅地方啊？因為 IG 超太嘅啫。啊，好認真喎！咁其實就咁食藥噴嘢戴激光帽咧，講真，一年之後個情況已經改善咗好多啊！有影到相咁樣 show 出嚟俾你睇。不過就梗係想更加好啦，一定係貪靚噶嘛。咁依家咧就係我做手術之前嘅兩個星期啦。你話緊張唔緊張？我又唔算真係好緊張嘅，即係我緊張個效果多過緊張做嗰日咯。因為做微創啊，我唔使真係開刀啊，咁所以就冇咁驚。咁手術前後有啲咩好做，有啲咩唔好做咧？佢好有經驗啊 ，highlight 埋俾我啦。見面嘅時候係有表睇噶。咁手術之後嘅第一日，其實就已經覆個靚診啦，要翻去。第二日已經可以搭飛機同埋翻工，真係大癲啊！我唯獨是唔係好明點解去到第六日先至可以向前彎腰啫。向後彎腰啦，唔得咁，我又唔係好敢問佢，又驚佢覺得我太無聊。依家等做手術啦，啊唔係，剷頭先，剷頭先。手術當日啊，好早啊，8:30就開波，因為前兩日咧其實就要剷頭啦，咁但係就唔使剷前邊，係剷後邊，咁所以就大家都會見到我突然之間轉咗髮型，仲要係嚟緊冬天啊，後尾枕髮量。Hello。我是最早的。
踢呀，咁依家咧就嚟到呢個感染嘅地方，就要換手術袍。This one， 小緊張，小緊張。咁就手術去見。哦，咁啱啱就做完 part A 啦，即系喺後邊度攞啲毛囊出嚟嘅呢個步驟，依家就中場休息啊，有嘢食。係咁，頭先其實唔係話一換完袍就即刻做，其實都做咗好多嘢，譬如測試血液啦，再洗多一次頭，然之後醫生就都同我講解咗一陣間啊，插我邊啲位啊，邊啲位啊，咁都好細心啊，因為都預埋我，譬如佢問我平時梳邊邊啊，都好影響到係邊邊會重點插多啲咁樣。我頭先成個過程就係趴咗喺度咯，其實都幾幸運啊，有某啲位應該就瞓著咗，我都估唔到過咗咁多個鐘。兩三個鐘唔知有冇食埋個包，跟住就做埋 part B 啊！哈羅啊，嗱超癲啊！關於 part B 呢個手術，我幾乎一夜就瞓咗啦。咁當然唔係一醒翻就已經喺 studio 啦，醒翻就係阿 Matt 啊車我翻嚟，因為嗰陣時咧未瞓醒，個人亦都好 wing 啊。因為其實美少變得好好啊，佢做手術之前有問我使唔使 book 定對面嗰間酒店就過一晚咁樣，因為之後我要去覆診嘅，即係我聽日嘅早上咧，我係要去覆診嘅。一做完手術咧，其實佢都俾咗好多一啲要用嘅嘢我啦，例如你知道噴嘅藥水啊，之後要用嘅洗頭水啊，仲有好多好多一啲錦囊啊，應急用錦囊，都幾五星級服務嘅其實。因為佢驚我凍啊，所以就都問我手術嘅時候使唔使俾件褸我，然之後手術嘅時候亦都有被冚。所以第二覺或者 part B 嗰覺咧，我係瞓得超好嘅 ，OMG！ 不過我發夢咯，我係咁喺度發夢咯。咁做緊手術嘅時候，其實痛唔痛咧？咁手術進行中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乜感覺嘅，你就係啲滴滴滴著著。咁但係你完全就冇乜 feel 佢攞你頭髮或者插你樣嘅話，係你係完全 feel 唔到啊！係啦，咁大家都見到我呢頂帽咧係非常之大啦，其實係嗰邊特製嘅一個做完手術之後用嘅帽嚟嘅，好快嘅喎！聽日一覆診就已經可以拆紗布啊，然之後佢會幫我洗一次頭咁樣咯。咁話咁快就到咗第二日啦，今日咧係過嚟拆紗布啦，同埋第二日咧咁醫生就會即刻睇一睇到底個頭依家嘅情況係點樣。咁呢頂特製帽咧就佢哋俾我係真係好寬鬆。醫生話有機會滲血啦，咁料事如神，係滲咗啦。呢個滲血係咪正常啊？係啊係啊，正常噶。咁拆咗今晚會唔會繼續滲？通常頭一兩日都有啲機會嘅。但係佢唔痛噶喎。係啊，唔痛啊，正常啊。冇嘢係痛噶，但係齋滲啊。咁你有冇食翻嚟度？冇啊，都唔痛，好似話係痛先食啊嘛。係啊。然之後嗰支嘢都冇噴咗好多，因為我基本上都瞓咗。而家舒服曬啦，咁我哋嚟緊咧就會係幫你清洗翻後面個傷口啦，跟住然後就去做翻個洗頭護理咁樣嘅。哇！咁今日就搞掂曬啊！咁就一個星期之後復診，咁都攞咗啲呢三日要食嘅藥啦，同埋都好細心咁講咗我有啲咩按摩動作要做。手術後的五個星期啊，咁都係再翻嚟復診啊，咁中間發生嗰啲事，佢哋都預得好準，即係幾時開始會唔痛啊，嗰啲全部都中曬嘅，個頭有機會生暗瘡呢個都中咗，咁依家就過嚟處理佢，咁今次過嚟咧就主要去睇翻，其實睇翻啲咩醫生？睇翻幾樣嘢啦，咁你呢段時間嚟講咧，應該咧就生瘡空通常第三個星期開始嘅，最主要咧就係有啲頭骨咧中嘅時候咧係中咗一個毛囊咧係有兩個部分嘅。個根同埋條框，咁、那個根佢一瞓覺嘅時候咧，我條框就會甩咗出嚟，但係佢自己又唔識走翻出嚟，佢就會塞住咗個毛囊，我個毛孔啊，就會引起生瘡啊或者痕啊，甚至咧將來條頭髮可能會出唔到，俾佢頂住咗。咁所以我哋第五個星期翻嚟咧，就見到如果有咁嘅情況咧，佢將嗰條鬆咗頭髮咧就掹走佢。哦。咁好明顯一搓到咧，其實有條頭髮嘅，一間我影翻個大特寫俾你睇。好啊好啊。因為咧，譬如呢個位咧，因為啱完水之後，呢個位其實填見到係填滿咗啊。咁佢依家叫做順利咁樣甩翻曬落嚟先啦，係咪？佢未必會完全甩曬所有嘅，但係甩咗一大部分。咁大概四個月到咧，就會重新再生出嚟，即係大約三月左右。係啦，咁啊，你開始會見到啲毛毛仔走出嚟，但最終效果咧，就大概八個月至一年先
即係師傅啊。哦，即係生出嚟都唔係一次過飆曬嘅。誒，逐慢慢逐啲生，逐啲生咁嘅。哦。同埋生嘅時候咧，初初生係好短，你一眼未必睇到嘅。哦。即係佢唔係一出咧就出條好粗嘅頭髮，出條好幼，但係越生就會越粗咁嘅。哦，明白。Thank you。OK， 繼續過程咧就係咁上下啦。咁我呢度都整合咗少少我護髮嘅心得。第一啊，就係有人會問啊，食嗰啲咁樣嘅頭髮藥咧，會唔會性慾減退啊？並沒有，並沒有性慾，講下啫。其實係冇減退啊，唔信你睇下啦。都是講下啫。第二啊，絕大部分甩頭髮的原因咧，其實都是嚟自遺傳啦。係啊，係咪吹漲啊？就好像我咁樣啊，數一數我的家族樹啊，我阿爺阿嫲七個仔女入邊，淨係得一個到依家啲頭髮仲係健在嘅，嗰個仲要唔係我老豆。不過其實可能佢都係直嘅，佢可能會發翻條如何瞞著親戚直髮，出賣曬我冚家。第二啊，咁人為嘢嚟講咧，最緊要嘅原來係洗頭，要保持你個頭皮乾爽，尤其是你焦完頭之後咧，唔好俾啲油啊、啲化學物啊繼續黐住喺個頭度過夜，咁就會塞住咗你嗰啲咁嘅毛囊啊，咁塞下塞下就冇埋啊，咁啊唔知關唔關事啊呢個資料，因為我中學咧就係嗰啲焦完頭翻屋企即刻瞓覺嗰啲人嚟。希望你哋唔好咁做啦，聽完我條片之後，跟住就係有人問啦，咁點解唔去做一啲生髮嘅療程之類嗰啲嘢咧？有咩 RGA 咩爆發嗰啲咩因子？咁啊，因為療程類嘅方法咧，全部都要用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先至會知道結果，個結果仲要因人而異喎。咁啊，小弟都講過，小弟都三字頭啊，就唔想用咗一大段嘅時間之後先發覺原來，喂，都係唔 work 喎。跟住嚟就係都有人會話低啲台灣啊，咁樣做啲手術會平啲，點解要喺香港做呢？就係因為有時候遇到一啲完術後要醫生幫手嘅情況，即係例如譬如有粒頭瘡生出嚟要吉爆嘅，你冇留自己吉噶嘛，咁你可能要揾醫生去執手尾啦。咁呢時候我唔想去執一次就買一張機票啊，啲錢分分鐘都喺翻度。咁始終我住喺香港就揾翻啲香港嘅植髮公司會好啲啦。最後嘅就係、是、如果你啊都真係覺得自己嘅頭髮開始個窿大咗，開始甩得多咗，你覺得有問題咧，其實咧可以平平地走去睇咗醫生先嘅。植髮咧只不過個最終嘅手段啦。咁如果你發現得早嘅話，其實有好多嗰啲食藥啊、噴藥啊、戴激光帽啊嗰啲，其實全部我自己試完之後都覺得好有用，咁就分分鐘唔使去到植髮咁大鑊。咁始終都手術嚟噶嘛。好啦，咁今次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個頭咧依家就用得舒舒服服啦。大家都應該見到 IG 開始貼多咗相嘅。最後希望呢一條可以幫到嚴重地有脫髮問題嘅你。開始有脫髮問題的你，又或者沒有問題不過怕有問題不知道怎麼算好的你如果你們真的很有問題的話，都可以 IG DM 我問一下的，即是現在我都有經驗，下次再有，希望不用下次再有啦。這個分享的話就再拍片告訴大家，一個禮拜至少出一條片，訂閱我的 YouTube 和 follow 我的 IG， 訂閱完之後記得按個鐘仔，這樣有片出才會告訴你聽的。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有沒有人想學剪片窮啊賣心得啱就想開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見過外面很多學校或者正規課程其實都沒有專門教一些剪 YouTube 片的技巧或者心得，所以我今次就決定不是教吉他，就將我這八年裡面的剪片經驗全部group 埋做一個速成班，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啊，手把手教學啊，四堂入邊一定學識，除非你太蠢嘅啫。但係睇開我，你都應該知道唔會有可能蠢得過依住大個仔噶啦嚇。報讀呢個班咧，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儲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另外，其實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係好想請剪片嘅，呢個都係我自己開呢一個班嘅另一個原因啦，就係我真係剪唔切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喺呢條片立下嘅description box 度撳 link 報名，多謝，拜拜。